少。这是我五天前普通弓箭与扎甲的对比，今天来看下破甲箭头的对比。大家看一下普通箭头和破甲箭头的对比啊，这大了不止一倍啊，我们试一下。其实破甲箭头的威力还挺大的，这里射穿了，但是没有扎进去，看到没有？第二件是这里，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，